要不要？避孕套要不要？刷一盒嘛。我操，算了。嘿。嘿，我一直在等你取快递，取完了吧？嗯。OK， 你要回学校了是不是？啊，对，今天是班委。就我不认识你。你是哪？对，我想认识你。对，然后那个，你有微信吗？哦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我是随便讲人的，不好意思。就是我就是想认识你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男朋友。我知道，就是朋友。你觉得不行，就可以随时删掉的。都 OK 的，对吧？然后你要拒绝一个鼓起勇气向你搭讪的小男孩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微信。因为我要走了。好 ，OK， 你把名字发给我一下，好吧？好，拜拜。就是我问你几个问题嘛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就是你那个，你最近有没有压力啊？还好，就是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你有没有压力吗？太会撩了吧？对，然后我想认识你。好啊。好吗？就微信是吧？那你扫一下我吧。可以等一下吗？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。对，你是对面的学生吗？川音的学生是吧？你应该是大一大二吧？大一，对吧？我大五了，你得喊我学长。对，你玩微信吗？那咱们可以做个好朋友吗？可以啊。怎么不太好？你觉得我像坏人还是怎么样吗？来嘛。OK， 那我扫你。对，你叫什么呢？你叫什么？好难记啊，我叫你小可爱吧。这里。嗨，嗨，那个就是你是不是微信好友啊？我看你特别眼熟。不是是吧？不是，那咱们加一下微信。啊？不什么？就是想认识你啊！我刚刚进门的时候就留意到你在那里都已经看东西嘛。不用微信吗？那你用什么？脸书吗？用短信。那你直接给我电话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还是先微信嘛，行吧。同学，我没恶意啊，就是怎么了？吓你跳是吧？你学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OK， 然后我也要往那边走，你也要往那边走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你可以认识一下我吗？就咱们就先站一下吧。对，站一下。你扫我吗？啊，都 OK 的。如何添加浪迹教育微信公众号？在添加朋友里点击公众号，在搜索框里输入浪迹教育，点击浪迹教育，点击关注。